人气死原著党呀，网易确实有一手。九月九日，网易发布了他们的新手游《哈利波特魔法觉醒》，一经上线呀，瞬间登顶各大排行榜。就在无数玩家疯狂氪金抽咒语的时候，有一群人却抱头痛哭，高呼不要，他们就是原著党。我想呀，任何一个看过《哈利波特》的人都知道阿瓦达索命是什么，这是不可饶恕咒最凶残的黑魔法，中咒者瞬间死亡，施咒者将在阿兹卡班终身监禁。然而啊，在游戏里，只要你冲通行阵，就能学会这招。至于旗鼓相当的钻心咒，只要你够欧够氪，一样可以学会。但是呀，游戏设定上，玩家们都是刚刚收到霍格沃兹录取通知书的新生。那问题就来了呀，一群法杖都拿不稳的一年级菜鸟，黑魔法用的比谁都溜。平时学生之间整点 PVP， 那都是互怼阿瓦达。只有真正的斗尊强者，才能从这里活着毕业。这画面啊，别说原著党了，伏地魔看了估计都绷不住。真是霍格沃兹大舞台，你命够硬，你就来。